大家好。 Everybody all right? Happy? Good, good. I am happy too. Yes. Ah, my God. Ah, 我站这边给你们看了。<laughs> How many Chinese speaking? Chinese, right hand. Ah, who else? Vietnamese? Ah, wow. Half Chinese, half Vietnamese. Who else is here? Singapore? The one who don't raise hand, who are you? Huh? Africa! Hello! Yes, you could make it here. That's good. You couldn't make it to the Philippines, but you make it here. Yeah. Who is that? Korea, yeah, okay. Mongolia, yeah. Who is Mongolia? Okay, okay. 我会走过来走过去这样绕来绕去这样子。 你们不要急来急去，师傅会受伤，会危险，大家会危险，听懂没有？ Do you understand? If I walk, you just put your hand together and look. That's it. Is that okay? If you don't do it, I will go back. All right? 如果你们没有做好规矩，师傅会回去了，看不到了。听懂没有？ So maybe I sit here for a while. 可以看到吗? Can you see me? 看得到吗? Yeah, there's a big screen.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It'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an ideal place. 我们有很多人, 找到的地方比较不方便. Hiểu không? Mình người nhiều á, kiếm chỗ hơi khó. Quý vị nhẫn nại chút, ok? Everybody has patience, ok? Yeah. I just want to come to say hello. Because today is not yet official, but a few more days, yeah? And then we will have bigger place, and everybody will be more comfortable. 等一下会有更大的房子，然后大家更舒服. OK? 每天我会给你们看. Mai mốt nó có thêm cái phòng lớn á, tự tiện hơn, tự tại hơn. Quý vị nhận lại. Everybody patient, mình giao nai xin cho. OK ha. I wish you the best stay in Thailand and see you later. I go to another hall, okay? Nice to see you.
我很高兴你们可以来到这里了，到处都蹦波了，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不能请大家来。也许以后了哈，也许以后。 他们都有做梦了，做梦说如果师父有一个地方，海面的，后面是山，前面是海，然后四周围就是有河，叫玉带那种，玉带就是有山有水，然后又有海滩。 就要喝水的话，就跑到那个河流那边，驾驶室，驾驶的水，然后要游泳的话，就到海滩那海那边，海水那边游泳，要休息的话，要晒太阳，就躺在海滩那里，多好哈。 以后也许我们有那种地方，有山有水，而且很大的，不是大而已，也要和平的，一个和平的国家，又各位都可以来的。目前泰国是算集中是最好的一个地方。 我们首先当然感激上帝，然后我们感激泰国的政府给我们那么方便，又很帮助，然后我们感激泰国人。 这么和平的气氛，才能够有这种国家。我们也感激这边的旅馆、主人跟公务人员、工作人员，非常合作，招待非常好。然后，我们当然。 祝福世界和平啦！大陆的政府现在越来越好，我们祝福大陆的政府更好更好，每一天更好，太好了！ 现在大陆跟台湾非常和平了，我是心里好高兴，就是每天1000个大陆人可以过去台湾玩的，你们知道吗？太好了，那恭喜大家！ 我听不清楚，什么？感谢师父。OK， 我没做什么，不用谢。<笑>是你们修行好，你们两岸都有修行好，所以气氛越世界越来越好，改变世界，我们自己也得福呢，是吗？ 我说过了，你们修行的话，事情什么都会好的，有没有讲？有。<笑>我们不用打讲，不用争什么东西，不用跟人家吵闹什么的，我们就默默修行而已，然后事情都会变好的。我有没有讲过？讲过。哎呀，所以感谢你们呢。<笑>
啊，感谢师父，就这样而已。啊，OK OK， 好。我是真的感谢你们啊，感谢你们那个地师父信任的心，感谢你们对师父有爱心，感谢你们对师父没有怀疑心。我想哭了。嗯，谢谢谢谢，我也很爱大家，很爱大家。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的，不就是吗？多少人第一次举手？全部都是。哎呀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谢谢。既然第一次看到师父，从来没有认识师父，也没看过，就看到一点点录影带。如果运气好的话，那看到一点点样本书，我是听人说而已。既然这样子，那么信任师父，我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比方说万一师父不是好的师父的话，如果你们那种信任心那么强的话，我一定也会得福，一定也会有功德，一定天堂也会认得出来，认得。你们的诚心啊，你们的单纯的爱心啊，会感动天堂的，一定有效。上帝，不客气，不客气。那目前大家在那边替师父做功德、救济啊、帮忙人民啊，还有打坐修行、加持那个国家，已经好多了啊，已经很好啊，这样已经很好。嗯，等世界更和平，等所有的国家更了解那个最重点的，升华最重点的，表示说所有的国家都认得，要找上帝是最重要的目的啊。然后所有国家的领导人员都认得，就是我们不能只用那个自己的头脑来帮忙世界，不是用自己的很有限的智慧来评天下，不过应该用自己最伟大的里面的力量，就是我们的上帝的在里面，或是我们佛性在里面，用那个出来的话，世界就和平了。自古以来，我们中国都有讲嘛，修身，然后持家，然后治国，然后平天下。没人说先平天下，然后才治国，是不是？然后才持家，然后才修身，那个太晚了。先修啊，修行，不是说看书就能修啊。应该知道怎么做的，他不是看书而已就能抓药给病人呢，啊，就是医疗一个病人而已，是要学好几年，啊，医生，比方说一个普通的医生，他要学十几年，是不是？然后出来还要训练六七年，啊，还有天天要跟着时代，要跟着新的那个发明，医疗的发明，天天要补充，天天要学习，何况要平天下，何况要治国，你们了解了哈呀、yeah. 我们世界有很多困难啊，很多战争，很多不和平的
方面都是因为多数的人还有一些我们的领导国家领导人员都弄相反了，有一些弄相反了啊，先要平天下，通通抓过来，通通任何国家都要抓来给他平，不过不能平，因为做相反嘛啊，先要修身啊，然后最后才能平天下的，好几个样东西以前才能平天下。如果我们就用力哈，用那种暴力的，用那种强迫的方式要平天下的话，当然天下不能平了。忘记古代的人的智慧，古代人留下来很多智慧，很多智慧。不过，很多人都没有研究好啊，我就研究很不深呢、啊。不深刻了，认为这样就对了啊。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只有研究更深刻，那我们先修身，然后所有都会来的。你看看了没有，看了没有啊？嗯，比方说十几年而已，师父以前还没在台湾，还没在台湾以前，我是刚来台湾的时候，台湾的人连要去美国很困难啊，了解吗？很多保证书，很多钱在背后，在银行，连这样子也不一定能过去。现在台湾人要去美国，就跟去大市场买菜一样，没有任何问题啊。所以，世界会转变，天堂会办事，我们静静默默修行就好了啦，啊。圣经有说，先找自己的内国的，那内在的天国，然后所有东西都会加上去给你，都会来的，一模一样啊。然后佛也有说，最重要就是要找佛性，要修行，所以他全部整个国家都丢了，啊，王位也丢了，500个太太也丢了。王子父母他也暂时放在旁边，不是说我们全部丢，以后我们还可以治国，我们回来用不同的方式治国、用智慧治国，用平安静静的治国，用加使力从内在的天国治国，用佛心来安平世界，不是用暴力的，不是用那种政治啊法律什么，我们根本不需要，治国应该是这样子才对。既然我们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的活动啊，也不必在政府里面做什么事情，不过我们真的有参加治国平天下，当然如果我们已经在政府工作的话，那当然继续工作，那又工作更努力，更好，更有良心，更有智慧，这样才是真正的帮助国家，真正的忠心，真正的忠君爱国。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好公民。我们不是台湾公民，我们不是英国公民，我没有什么人的公民，我们是世界的公民。所以我们团体不论从哪个国家来，不论什么颜色的，不论什么皮肤的颜色啊，不用讲，不论讲什么语言的，大家都可以一起和平啊，一起说兄弟姐妹，互相信任。如果所有的世界公民能像我们静静修行这样子的话，世界马上就和平，马上就和平，不用任何武器，不用原子弹，不用谈判那么久，
不用浪费很多时间元气，连自然世界会和平，自然所有人会富有，自然大家都会安乐舒服。 不过，世界还是要修理一点。不过，我们不是用政治的方式修理，我们也不用跟谁谈什么，我们自己精进修行，然后这种很伟大的驾驶力都会传播，一是传播整个世界，然后世界自然就会有福德，自然就会和平起来。 现在越来越快了，我真的感谢大家。当然，感谢师父也是对了，感谢师父就是因为我教你们怎么和平的方法。不过，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有修行、有听话、有依教师父指示，结果才那么美丽。 啊，就那么和平。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我是真的感谢你们的啦，我不是讲客气话啊。万一我教很多方法，然后你们没有人修行的话，也没有用啦啊。所以我真的感谢大家，哎，谢谢啦。<笑>愿上帝保佑你们。 保佑中国大陆，保佑越南，保佑一些比较还没有很开放的国家，让他们越来越和平，越来越好，然后世界更和平，终于大家会很快乐、很安乐、很和平，整个世界会。 只有我们的方法，精进和平，才能够带领世界和平。没有任何暴力，没有任何武器可以带给世界和平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好了，现在那个师兄。 你要讲什么？那么急，讲了。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啊，欢迎欢迎来。我亲手画了一个现代青花釉里红的娱乐图，和一个奔马图，献给敬爱的青海师父。是什么东西？什么啊？我认为是写诗而已，不能给任何东西。师父不收了。 我不收礼物了，是什么东西？啊，你自己画的啊？好，那你放那里，没多少钱哈，这个没多少钱哈。OK， OK， 那留的给你们带，不想留在泰国当纪念了。谢谢，谢谢。 师父不是那个恒信不收你们诚信的礼物，不过我不收，就是平常不收礼物，懂不懂？第一，我跟你们讲为什么，越收会越多，变习惯，懂不懂？然后变贪污，啊，所以不收就不收了，了解吗？啊。 那你们既然带到泰国来，就留在泰国这边了啦。OK， 第一是这样子，我们同修也不收礼物的，知道了，不收供养，我们那个出家人也不收供养，师父也不收任何供养，一毛不收的。所以你们要清楚，别再送任何东西给师父了啊。既然这种像艺术品，他已经带来了，就放在泰国中心这里当纪念啊。就不过师父平常。 不能收任何东西的了，啊！我是要做一个榜样啊，啊！<笑>
不是说受一两块这样一两样东西就会伤害什么，也不是这样子。不过今天受，明天也要受，跟这个人受，明天又跟那人也要受，听懂不懂？然后今天受一毛，明天受一块，后天就受一万，大后天就两百万，剩一次增加了，受了没有不好意思再拒绝，了解师父意思吗？啊，你们也要这样那么清廉啊，应该的 ，OK。 然后收了以后，收人家东西了以后，不能不对他特别，了解没有？啊，这样就有那种分别心会出来了，了解师父意思了没有？啊，OK。所以我从来对贫穷的人、对有钱人都一模一样，我也不知道谁有钱谁没钱，我不管，这样子我才能对大家公平，爱心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人用钱可以买师父，没有任何人用什么可以买师父，师父就是你们的，大家一样的。<笑>所以我说，出家人啊，我是我们人啊，不用不要受礼物，就是这个原因。哎，吃人家东西以后就要伺候人家了，然后别人他有更好的理由，更好的福德。 然后他来一集的话，我们又要先招待那个供养那个人了，就这样不对了啦，了解师父吗？啊，不招待他，他又觉得，怎么样，被啊，看不起啊，啊，我给你那么多钱，你对我跟那个人一模一样，然后又生气，生气又生仇恨，这个钱啊。 利，那个名啊，利哈，这个对世界不好，对我们本人不好，对世界更不好，做什么事都不好，做什么事都要净脸。OK， 你自己赚，你自己用啊，别人东西别拿了，了解哈 ？OK。我是知道你们诚信了哈，比方说那一个花瓶这样子，自己精神化送来给师父，我是。 就了解你们诚信，不是不了解啊。不过师父到处碰破，第一，我不能不净脸，我不喜欢，我从小都是这样子。我跟你们讲过好几次，是我当学生的时候，父母还没送钱来，饿了好几天了，没有跟人家问的，有人家放饭在那里，为了给我，不过我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讲，我也没碰到哎。 肚子饿三四天也不会碰到人家东西，有一个人来要给我钱呢、啊，然后回去跟他家一起，我也不拿的，我骂他一顿，然后我说你不走，我叫警察，嗯，比方说这样，从小是这样，不是现在才这样，啊，我们应该，如果我们自己本人没有那种自然生出来的性的话，就应该训练，要做一个静静淡淡的人，听懂吗？嗯，我们不要卖灵魂，为了任何。 世界的短暂的拥有的东西，知道？嗯。即使师父到处走，我没地方放那么多东西啦，请大家谅解。OK， 我是受你们的爱心，受你们的爱心。嗯。 这些衣服都他们保管的，我来这边才能赚，<笑>他们自己弄好放着，然后哎呀有了就赚吧，顺便广告赚钱。<笑>不过我家里没有东西了，我家里没有什么古董啊，没什么宝贝的沙发，没有什么宝贝东西，只有比方说工作的东西，比方说电视是需要的，有时候要看世界的。 新闻为了要去救济啊，懂不懂啊？就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录音带、录音机，录音什么？为了要工作啊？为了有时候要听工作，要知道工作，全部都是工作的东西。我家没什么宝贝的，所以即使你们知道我住哪里，不用来偷东西，没什么东西好偷了。<笑>我就有几个好一点的沙发，不过在那个。 在那种家具的
普遍的可以买回来锁的那种有没有？那家具的那种普通的家具的便宜那一箱啊，然后带回去锁螺丝啊，就可以用那种，懂不懂？可以带马上带回来用的，然后回去锁螺丝就可以用了，那么便宜的，而且狗也咬好几片了，都破了，连电话也被它咬。<笑> 遥控也被他们咬，那破就变破那边，所以你们别到我地方啊，那个要偷什么东西，呵呵没什么的东西。有时候，走的时候要锁门，他们就锁门，说哎呀别锁了，人家进来的话会可怜我们而已，不会带什么东西走去。也许那个小偷进来，他看我们的。 的家他会摇摇头，也许他带他的沙发或是那个工具，家具来送给我们。<笑>我住私人的地方，如果我一个人我自己住的地方的话，就这样。当然，比方说我住在总部啊，或是台湾，或是哪一些中心，他们自己有装潢好了，就这样子住下去，了解吗？不过我自己现在住的地方的话，没什么。 没什么让大家可以看流口水的，<笑>电视的话也是很那种比较不很那个很伟大的，哎，普通的也就很有用那种，一边可以放那个影片进去看的哈，然后也可以看电视，然后那边也可以放 DVD 的，两边的这样也是方便嘛，有一些我们旧的都是video 啊，就可以放这边 DVD 就可以放这边。 然后也可以看电视啊，不过有破几个洞啊，在下面啊，因为有一，因为我们家比较窄，没有地方放，他们就放在一个平常我们有一个电炉没有用的，就放那个电炉上面。<笑>然后有一天就好像有人要用那个电炉，在下面用烤那个饼干呢、啊，烤蛋糕，结果那个弄错了。 那个全部开起来了，电视笑几个洞，<笑>不过还可以用呢。其实电视好厉害，笑几个洞在下面很大这样子啊 ，DVD video 还可以用，电视还可以看得很清楚，偶尔跳一跳而已，没什么。<笑>我们的在这个世界暂时而已嘛，啊，来一回，等一下就去了啊。 何必管那些东西了？我这些都是假的，金钱钻都是假的，别羡慕了，没多少钱了。<笑>如果真的是，会很多钱了，懂吗？都是假的，别想偷啊。<笑>装饰嘛，是不是？啊，就不管你钻什么的装潢就好了，都是未成了，是吗？ 红微尘、白微尘，透明的微尘、不透明的微尘，啊，硬的微尘、软的微尘，OK， 装潢而已，对了，啊，像寺庙嘛，我们身体这个寺庙，我们叫装潢什么都可以，不管它了，何必那个那种真正的呢？那买假的钻也很漂亮，何必啊？<笑>啊，谢谢老师哈。 我们会放在泰国中心的，不过以后不要太带那么多，他们中心也很小，人挤不进去，何况东西，<笑>怕他挤一挤破掉可惜啊。我真的非常感谢，就是情况不一样嘛，师傅没地方放了，即使要收也很困难啊。我来这边带东西也蛮小，那么我们自己修行的人呢，根本很小东西需要的啊。 像我在匈牙利的时候，赚简单那个是最好的啊！我带一个很小的行李，里面放七八个衣服，那种简单的啊，然后就多几个，为了那边很冷嘛，冬天要保暖，然后一个大衣啊，会保暖，这样就够了。平常修行人这样已经太多了啊，不过因为跟世界还有交情嘛，所以有时候要赚这个赚那个啊。 不然的话，我们正需要什么嘛哈、啊，赚那么多也是很，也是这样而已。有时候会很累啊，有时候会很累啊，赚那么紧紧，吃饭不舒服啊。呵呵这个不紧啊，这个还好。
意思有一个地方很紧，高跟鞋很高，走路又不方便，修行人越来越舒服，越来越自在。也许有一天，不过我们本来也不需要什么地方了，不过有地方的话，大家来看师傅也舒服而已，为了你们而已，如果能够有地方是多好，没有也是这样，我们住旅馆。 比较贵一点，不过总比没有好哈。一年一次也不会很贵吧？可以哈，可以哈。不过我们也有讲过了，没有钱的人不用付的啊，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就不付钱的，我们还付钱给他，因为他想来看师傅又没办法，所以我就说他们，我跟那个旁边的人说。 有人如果需要帮忙就帮助他们，我们先帮助自己嘛，哈！你们看同修谁比较贫穷、比较不能过的舒服，你们帮忙一点 ，OK？ 如果不能，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写信给苗丽哈，我们会帮助她，不是说帮助世界而已，帮助我们自己的人，就是因为平常你们生活也很简单啊，所以不需要很多。 所以不用帮忙那么多，不过如果有一些人真的贫穷哈，意思说钱呢花不过来，你们要帮助一点啊。如果帮助不了，就跟师傅讲，知道了，写信给苗丽，我都跟他们通知好了。任何同修需要帮忙的，知道哈，紧急的那种情况都有啊，有时候会啊，是不是？ 因为业障的关系，不是说你们不努力呀。我们同修修行了以后就知道怎么赚钱的了。不过有时候他刚来修行而已，本来已经贫穷了，那来不及嘛。大家要尽量知道谁就帮忙谁哈。如果不能帮忙，你找能帮忙的人。如果那个人能不帮忙，就找师傅嘛，苗栗总部 ，OK， 要让我们知道呀，谢谢。 我都信任你们，我知道你们很尽量。不过因为有时候情况很急嘛，哈，比如有时候生病啊，钱都花了，业障嘛，业障。有时候刚来修行不多久，业障来不及洗，还来不及拿多一点智慧珠来赚钱，什么情况都有，这种情况不要害羞，不要害羞，大家都可以发生的啊。 大家都可以发生的啊！你看以前国王啊，我是现在也是这样子啊。有一些人当王啊，那我下落了之后，什么人都没有，什么钱也没有，是不是？不是前任的总统啊，有时候下台的话，哎呀，也没人管你，没人理你，还有建债什么，建债什么一大堆的，什么情况都会发生的啊。所以如果该帮助你们就帮助，知道了哈。 最少紧急的情况要帮助，OK， 还有没有人要问什么？站起来。师傅您好，首先感谢师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要不然我因为业障的关系我已经往生了。真的？对，因为你现在活的或是死的，站在那里。现在是活的。恭喜恭喜了。因为师傅感谢师傅。 我是想向师傅献一个哈达，代表西藏，就说这个众生呀，祈求师傅能够福佑，还有那个好，那过来，快点，加持西藏，西藏的哈 ，OK， 好，那西藏的那个西藏的有西藏跟蒙古啊，它会有这种传统嘛哈。 就送一个卡塔给人家，就上一个毛巾这样子放下，我就还给他这样子好了。谢谢师傅，感谢师傅，感谢师傅。好了，我会考虑你那个很大爱心的意见。 今天是总过而已哈，然后以后会一国一国见哈。啊呀，那么多人，我看不完，怎么办？哎呀。
所以有一个地方大家来看也好，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看，我们就来看，那这样也不错嘛，啊，好不好？ <笑>欢迎来我们这里了啊！来泰国，还有那个我们今天是正式的打场的第一天，祝大家师父快乐，进步修行精进快乐。OK，师父什么都讲过了。 <笑>大家都知道了，啊，现在让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就跟师父问就行了，啊，然后我就顺便讲，OK，要问。好，谢谢心愿师父的慈悲。佛经上说，就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每天打坐都看到境界，那是不是我们都在虚妄中呢？看还是不看？请师父开示。 哎，要看哦，要看，还是要看哈。既然还不确认虚幻不虚幻，就要先看一下嘛，好不好？然后你等一下，你更高的时候就别看也没关系。哦，谢谢师父，谢谢师父，非常谢谢，客气客气。再来，他说他里面能看到师父啊。 然后说有师父有一些消息要告诉我，因为我不确定他里面看到的是真的师父，所以我就没有听过他的建议。那弟子应不应该听他跟我讲的师父要他转达给弟子的那些信息呢？别听算了。<笑>谢谢师父。<笑>你自己要的话自己看嘛，好不好？各有师父，何必<笑>借别人呢？<笑> Yes. 师父，我想问一下，关于预言，公元2001几年，地球进入光子带，然后，我们的身体，会变得非常透明，轻盈，然后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一个比较痛苦的时期，信号将无法，传通，这个预言是不是真的？ 那你等一下就看到嘛 ，OK， <笑>真的假的，过了几年就知道。<笑>我不能算命哎，我不能看过去未来呢，我们等等看好不好啊？<笑>进入那个光纤带是对的啦，呀，我们是新的嘛，啊，新的时代，黄金时代呀。不过很多变化啦，不能目前讲 ，OK， 呀，师傅您好。 我们原来修行啊，您说这个我印心提前，原来的业障呢都被消掉了，印心以后，就是剩的业障我们自己消。我问一下，原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打坐中出现了一些个境界，还有一些师父的告诉我们的那些个话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你有没有方法考验呢？有没有人叫你怎么考验他？ 念五句就是师父就笑，对，念五句师父就笑，就比如是说 OK 了 ，OK 了，啊<笑> ，Next one， 师父，我有一个小外甥的孙女儿，我们全家都是观音法门的，这孩子是青海日生的，他吧非常想念师父爷，才四岁半，他问他啥呢？他现在吧总说，他说吧总听到师父在唱歌。 另外，他晚上吧，每天都早上都跟我说，晚上见到师傅了，说师傅又带他到天堂。为啥呢？就是他总说看到师傅了，又是师傅哄他玩的，我不会出问题吧？为什么有问题呢？因为他四岁半呢，还没印心呢，我们不了解。又怎么样啊？你认为你老了就好吗？<笑>有一些年轻菩萨，有一些老的 ，OK？ 那不会了，前世的关系啊，OK？ 不过叫他不要讲出来嘿。 师傅你好，师傅说我们是从天国到地球上来做，把这个地球上的事儿做完了之后，再回到天国的。我想知道我们是到在地球上是应该是做什么事儿？
做哪个工作的？我们照顾自己啊，照顾家人哈、啊，该做什么就做、啊，为了生活嘛。然后就是打坐了，还有传播观音法门、那世俗的那种爱心的方式，能做多少就多少了。OK， 谢谢师父。这样子，最高就是要找我们内在的上帝嘛，内在的自己那个本心呢、啊，啊，最重要就是这个。那别的话就次要的，看情况哈。谢谢师父，孝顺父母哈、啊，孝顺父母啊，那个爱心兄弟姐妹啊，啊，跟同修一起合作啊，能够弘法多少就 OK 了啊。谢谢师父。师叔的，师叔的 ，OK。比方说这样啊。谢谢。不客气。下一个。师父妈妈好，见到您很高兴。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我印心以后呢，就那个左边的声音呢，就一直困扰我，然后呢。就试过印心时候教有几种方式去处理这种问题，我试过很多种方式呢，都还是收效不是很大，就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就是睡觉在右面呢，我睡觉在右边，但是他这边声音还是特别大，电话也要听右面，每次如果听到左面马上念五句他就会消，他就会消掉啊、哦。要记得念五句，随时 OK， 随时念五句。谢谢师父，谢谢。你们有时候忘记念五句才被干扰，五句就是保护我们24小时的跟上帝沟通的，如果我们戒断了，他就好像懂吗，我们现在是比方说在海里面被那个沉下去嘛，啊，有一条线呢、啊、拉我们上来哈，还有拉我们一起走到彼岸哈、啊、那你随时要抓那个线呢、啊、每一次放的话就听懂吗，哎，然后就水会跑到眼睛里面，跑到鼻子里面，然后很痛苦，很痛苦，然后又再抓那个绳子回来，然后再去。不过暂时已经痛苦了。OK， 随时五句别忘，啊，吃饭的时候念五句，睡觉的时候念五句，做什么要念五句，能够什么时候就念五句，这是我们的那个救命的线。OK， 呀，完了，下一个。师父对不起，弟子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讲那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心弟子老是悟不过来，不知道应该是什么心。那个心就是我们的佛心了。 OK OK， 谢谢师父。你都知道了还要问吗、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故意问的。不是不是，故意考验我哈。不敢不敢，认为我不知道啊，结果我知道呢。师父好美。Thank you, thank you. 亲爱的师父，我爱你。我在打坐的时候吧，总是就是集中不了。我印心已经今年9年了，但是我，内在吧，没有什么体验，外在的体验非常多。师父对我照顾非常好，以及我的家人、孩子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好。我就想问师父，我这个师父我能够解脱吗？能够，能够，能够啊。Yeah. 师父你好，我打坐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观光的时候吧，有否定的那个景象出现，我该怎么办？比方说，就是有那种景象是像狮子类的东西。你为什么找狮子玩呢、啊？我不是找他呀。我以为灵魂嘛跑到非洲那边地方去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以后不要走那么远就上去，不要跑非洲玩了、啊、嗯，师父没关系没关系，念五句就好了、嗯、就过了。谢谢师父。师父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打坐的时候就是经常就是颤抖。很震撼，很大吗？我是小的。你要能定就定，别管它，别管它，要注意这里好不好？要注意上面，其实它等一下就会好了。你别注意它，你越注意它，它越不好。就是观光的时候特别厉害，观音可以的，就是力量太多，力量太多。好、啊，谢谢师父。哎，好，照顾自己那个食物 ，OK。哦，谢谢。不要误吃那些有动物成分。要看得清楚，怀疑就不要吃。它是一阵一阵子的、okay? 有时候有时候一阵一阵、哦、我懂我懂、哦、好，谢谢、啊、注意那个食物 OK、哦、好，谢谢。有时候不小心吃到动物也会
影响到我们身体啊。Yeah, 我们身体 要很健康很干净，那个佛力才不会给他太摇晃啊。OK, yeah。 师父好，我家师兄要问一个问题向师父，他问这次来曼谷的和在家里的等级是不是一样的，有没有差别？那问说在家里在大陆跟来等级有没有差别？我也好，这看人呢、啊、不是看说来不来。哎，谢谢师父。我有个问题请问师父，是这个我母亲96岁往生的，她往生以后身体远远的，她的头顶啊非常非常热，火化出那个舍利子来了，那么三块就非常娇嫩的，就是草绿色儿。我问，请问师傅，这个舍利子我应该搞到什么地方好保存？你留着这样当纪念啊。我得保存到什么地方好？你别是说老伯往生嘛啊，上见嘛 ，OK。但是呢，他没认心。没关系，他吃方便法了，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师父会照顾他 ，OK？ 啊，比较高境界。Yeah. 师父，我今天终于能够来到这里见到你。我当时印心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得到了无畏的等觉，我回到家里什么都不怕，不知道怕是什么。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回去看他，因为他们是在农村，住在农村那个漆黑的夜里，我遇到了魔考，当时遇到魔考，后来我就害怕了，这个无畏的等觉就没有了。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我都还是有一点儿畏惧这个黑暗，我不知道我这个等级是降低了吗？什么时候能够再提上去？也许短暂而已的。OK。还有第二个问题，师父，我曾经帮着人家传递过那个福字的光碟，我不知道有没有孽障。没什么嘛。OK。谢谢师父。客气。好意给人家不会有业障了。请问师父，我已经印心快11年了，就是在我最近的，在我观光的时候，我集中在智慧眼，但是一观光一住这个一入定，然后那个念五句，念的念的五句，就不自觉的这个自己就好像就头脑就不再念了。请问师父，这个是你能入定就入嘛 ？OK。偶尔念一次，不用那个，如果已经入定了，就慢慢念。偶尔念一次也可以，很慢念一次，几分钟、5分钟、10分钟念一句也无所谓。啊，谢谢师父。念这个五句，为了要入定，懂吗？那入定以后就慢慢念一点，偶尔念会保护自己而已。如果能记得的话，呀，谢谢师父。记得是没关系，呀，谢谢师父。客气。呀，下一个。我最敬爱的师父，印心以来那个头脑里边啊，好像就是有那个什么东西翻腾得很厉害，有的时候像那个里边像掰，有的时候像笨，就这样子像种田一样的，所以我难受得很。所以我这次看到师父高兴得不得了，我一直盼一直盼要盼见师父。我要问这个问题，如果是要需要师父打我的话呢，我愿意受师父的打。不敢不敢。我不会讲话，我就这么。可以了可以了，修行好嘛，没问题，身体转变不用管他啊，继续念五句，专心注定就好了，不管他。Yeah。 亲爱的上帝妈妈您好，我爱你。 Thank you。我印心快2年了，我就是观音的时候印流从上面来，我不知道是注意智慧眼还是注意上面，请师父开示。上面注意上面、啊、上帝妈妈，如果从上面来就注意上面、啊、上帝妈妈，我一直没看着过光，不知道为什么，请上帝妈妈加持。
大概眼睛盲吧，眼睛有问题、啊。求妈妈帮忙加持。没关系，有声音总比没好了哈。OK。也许你没注意了哈，没注意的。不是说有一些人不是说天天看到光哈，有一些人睡觉的时候才看到，有一些人像做梦才看到。有一些人就是看得很快，然后一闪一下他就没注意呀，就这样子了。有一些人专心不够，你多放一些师父的讲经啊，或是音乐啊，小小声的，这样就那头脑比较安静，然后就可以比较简单看到境界呀，简单入定呀。有一些人入定太快，他也看不到。有一些睡觉太快也看不到。下一个哈，师父好。那个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和那个定业有关的。师父说过，定业不能改，但是师父也说过，那个定业也不是什么定业，只是修行不够而已。现在还需要继续打坐，对以后的那个定业转化可以相对平顺。是啊，是。对，那个师傅，我想问的就是说，如果自己不喜欢自己选择的这个定业，除了那个努力修行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个定业的影响减到最小？事后别人。那师傅开始的时候无我贡献。好的，哎，师傅，您还说过有那个点数的那个事情，这个点数对于这个定业有没有什么帮助？当然，我们定业也会小一点，也会比较比较舒服，比方说，比方说这个卷哈、就是这么大哈，我没办法弄更大，那我就手就是这么大，我也没办法弄更小啊。有时候转不进去，懂不懂？就这样子啊。不过你放一点油嘛，然后就进了。比方说这样哈，我们的定业就是像这样啊，像这个手跟这个卷那个手环一样哈。不过我们修行多的话，就跟我们加一点油哈，是 cream 啊，怎么讲 ？cream 如意哈，啊，就很顺的一个进来就去。OK， 谢谢师父。第二个我们没改它，就加一点油，它就顺了。好的，谢谢师父。我是个学生，我非常的着急，因为我感觉在学校里边跟很多人生活在一起时，污染会很大。我没有感觉到我进步，可是每次都会听到说师父说，有很多很多的人又上了三届，上了四届。他们进步非常快，可是像我这种还在社会里边学习的学生来说，我们进步太慢了。我想请师父告诉我，我要怎么做才能稍微的也快一点的修行？你尽量嘛，哈！但学生当然功课很多，时间比较少，不过有诚信也会行。也会有帮助。还有一个问题，师父，我1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懂事，我当时印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父亲能等级升高一些。啊，没问题，没问题，那个没问题。啊，我当时一定照顾他，我一定照顾他，他不会堕落的，不会。OK。Thank you.
好吗？好吗？小孩好吗？ Yeah, I love you. I love you very much. I am sorry I cannot see you every day. 我很抱歉不能天天看大家。我们轮班哈，轮班，这次超过了。我本来说 OK 4-5000人 OK 了，这边好多，不是4-5000，好多。那这样子大家会不会不满足啊？还好吗？看一眼了也就够了吗？真的值得那么多功劳？Yeah, I'm so sorry. 我是很真的很抱歉，很抱歉啊。除了照顾大家以外，师父还有别的 paperwork 啊 ，homework， 叫什么功课？文书工作，哎呀，还有额外的工作，哎呀，每次都生出来不同的工作。本来认为来这边大家一起做一个很大的地方哈，我是做路上也好，全部都一起做，这样也比较好。结果也不行，其实这边已经很好了，泰国人很好了哈，哪有旅馆让我们这么多人来这边做？是吗？没有水，他们又带叫水进来额外的啊，然后。不够厕所，政府送来。啊、哦！后来我们多叫了，多浇水，多叫那个啊、移动活动厕所了，浴室。不过，首先政府送来的，这边的政府警察送来的。能不能想象？又不认识我们，我们第一次来巴泰亚，第一次做打禅在这里，那么多人已经吓坏他们了，还送我们东西。真的很感动哈，很感动。昨天师父本来要去外面啊，因为人太多，我怕你们不方便，然后就不方便他们了。我出去想找别的地方嘛，三更半夜去找，也找得到了，也可以，不过没有那么冷气了，就是野外的，上那个大帐篷那些了。哎，不过我们就没有帐篷啊，所以没办法啊。然后也可以了，不过下雨也不大好哈，没下雨就没关系。是他们有大很多那种大的帐篷，大家可以。坐在下面这样，不过那旅馆就旅馆的管理人员就说不要了不要了，还叫那个师傅的方便人说叫师傅回来啦，嗯，然后我就回来了，他们就说没关系了没关系了，叫师傅回来，嗯，叫师傅回来。我就说好吧好吧，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把我们的客人送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这边都是你们的，你们爱干嘛就干嘛。哪有这么好客的一个国家，还有人民，嘿，哪有这么好？我真的很爱他们这里，泰国人真的好好好好，他们真正的相信佛教啊，相信他们真正的好佛教徒，好好客，好好客哈、啊！哎呀，平常啊，以前啊，到目前有一些地方还是不认识我们了、啊，不介绍了。有一些也是蛮，现在好多了好多，以前了 啊我们去哪里都比较不是那么方便啊，现在方便多了。不过这边很特别哈、啊，开门给我们，客户都送到别的旅馆去了，
有一些不想走是没关系了，有一些他说因为这边有开会人多，怕各位不方便，我们安排别的旅馆，比这个旅馆还要多颗星的那种了。不过有些他们也赔钱呐，不过我们说我们都赔了，如果有什么不方便额外的，造成出来那种成本的，我们这院内全部都付的。不过他们以前也不是为了这样子，他们不知道我们会付了，他们就送客人出去，自己赔钱了。旅馆呢，这么好的人难找嘿。我觉得世界当然越来越好了，一定是这样啊。到警察来看了一眼，就看我们厕所不够，就说送厕所来给大家用，那种活动的厕所，好感人，好感人。哎呀，这泰国人真的太有爱心了，太好客了，然后你们真的太有福报了，恭喜了，所以还好啊，现在水什么都 OK 了哈。刚来的时候，旅馆他也没准备嘛，所以水不够，我们要叫水进来。不过大家现在方便多一点了哈，有没有舒服多一点？可以哈呀。如果有什么不方便，请谅解哈。我们已经很尽力了，旅馆也是很尽力了，警察也很尽力了。My God， 哪里有警察这么好？啊，太好了哈！又不为难我们什么人那么多，又来爱心送厕所给我们，怕我们不够用。旅馆自动叫多水进来给我们，怕不够用。哎呀，真的讲不完他们那个这么好的人啊，这么好的人，真的，我真的讲不出来了，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所以师傅就回来了嘛，随便挤一挤没关系啊。OK， 有什么问题吗，小孩？呀，师傅可空。啊，越南哦，快，感恩公，快。啊，公哥快空。快。啊，每晚来就会不会空 ？OK。呀，不会了 ，OK。Yeah. 有可以呢吼。师傅，我们听师傅出啥？出啥？我们听师傅出啥？啊，谈到搞到来的哈，搞到省的了哈。OK， 买木灯呀，跟买木灯烧 ，OK， 买木灯烧。师傅，来，xuất gia là cha mẹ nhớ sao, ở nhà đi cũng được vậy, ở nhà cũng là xuất gia, mình xuất gia trong cái tâm của mình, chứ khỏi cần xuất gia cái thân của mình, tại sư phụ cũng đi vòng vòng không có chỗ đâu, ok không có chi, sư phụ, 我自己给您做了一个小人儿，送给您。Thank you. 谢谢谢谢。你留着用，师傅收你的心意就好 ，OK？ Yeah. 谢谢师傅。好漂亮，好漂亮。还有，我还可以送给你一个娃娃。谢谢师傅。谢谢谢谢谢谢。留着替师傅保管，好不好？好。因为师傅没有家了，到处跑，怕丢掉。你保管比较安全 ，OK， 谢谢。好，下一个。师傅，我从今天算只差十天就可以到十二岁了，能不能帮我印下心呢？OK， 谢谢师傅。如果父母 OK 就 OK 了，下一个。Can I please get full initiated now? How old are you? 11.
11, one more year, baby. Okay. One more year. All one right. One more month. Huh? In January is my birthday. January, you will be 12? Yeah. Ah, so one, two more months, you will be 12 years? Yeah. Okay. Sư phụ ơi, có khỏe không? Nói tiếng Việt, ôi chà, đang nói tiếng Tàu. Sư phụ khỏe, cảm ơn. Cưng có khỏe không? Có khỏe. Rồi, mấy hôm nay chơi vui không? Còn nhà. Có mẹ chị không? Con vui. Con, vậy tốt, ok. Dạ. Next one. Sáng bà nào bạc sà, nào mạc thốt bạc kỳ tực. Bì mong 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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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a. Dear Master, how are you? I'm from Mongolia, and I love you so very much. I'm very happy to see you here. Okay, thank you. And we love you so much. Thank you. I love you too. 친 예수님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I came from Korea. My name is Doyan. I love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I love you so also. I'm happy to see you. I'm also happy to see you. Thank you. Your English very good.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去美国了，然后晚上就睡着了，就梦游。哦，梦游哈，真的吗？对呀。爸爸妈妈知道吗？知道啊，我就去他们打坐屋里了。那不要走太远就好了。谢谢师傅。Yeah. 师傅最近身体好吗？好，谢谢。师傅你好漂亮。Thank you， 谢谢。你也很漂亮。师傅你好漂亮。你也很漂亮。就是这样吗？还有什么问题？Master， I came from Indonesia. I'm glad to see you. Indonesia 来 ，Okay. Yes. Welcome. I'm very glad to see you. Thank you. I love you, Master. I love you too. Thank you. Thank you.师父，我已经十二岁了，可以帮我应全新吗？为什么今天才问呢？这几天应心很多，为什么没有问？好了，明天给大家那些十二岁啊，还有刚来的等等应心，OK？谢谢师父。我们明天呢，去跟国应心组讲哈，我是等一下出去也可以讲了，报名好了，OK？ Master, I'm so happy to see you here. Where are you? Here. Okay, I'm happy to see you. Where are you from? It's the Singapore. Welcome. It's the fifth time I saw you. First time? Fifth time. Fifth time? Yes. Wow. So we have a good affinity, huh? And I already have initiated. I know. How old are you now? 8 years old. Yeah. Are you happy? Yes. Very happy. Good. I'm happy to see you. Fifth time, huh? Yeah. Yes, fifth time. Fifth time lucky, huh? Yes. Okay. When I was a baby, you touched my head before. You were a baby, huh? Now you're big. Yes, I'm very happy. I love you too. Yeah. 师父，我们去看医生的话，那个如果那个要吃药，结果医生也不知道药吃肉的还是素的，那可以吃吗？如果不知道的话，吃的没有关系，知道的话就不要吃了。能免就免 ，OK？ 谢谢师父。不客气。
Hello, Master. Where are you? My name is Claire. Okay. I come from Ottawa. Where? And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really wanted to see you. And I love you. Thank you, love.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also happy to see you. Teacher, when I always sweat, 那衣服穿小一点哈，穿那种比较不热的衣服哈，啊，还有冲一点冷水再打坐，好不好？啊，还有在旁边有放一杯冷水，万一太热喝一喝呀，啊，还有那个拿那种什么那种制氧那种油啊，放在旁边，万一羊哪里就擦一擦，然后再做观音，OK哈，小孩。 OK， 不会很厉害吗，妈妈？很厉害呀，啊 ？Oh my god， 怎么会肿业障？看看医生看看，好 ，Thank you。师傅你好，为什么我观音只有单独一种声音呢？啊，那有什么就听嘛 ，OK， 太复杂也听不清楚了。<笑> 单独一声就好了，好了 ，OK、yeah.。那要怎么做才能够提高智慧呢？哦，多打坐以后会了啊 ，OK。谢谢师傅，慢慢来，好不好？好，谢谢师傅。Yeah。师傅，我可以等睡着的时候再多一次去天堂吗？有了，有时候会了 ，OK。 还好我没有当国王，不然更忙。还好哈，这次我比较聪明，回来当普通人。大家 OK？ 这几天辛苦哈。啊？ 快乐哈，偶尔嘛哈，工作人员都是台湾人哈，多数哈，什么都有 ，OK， 现在那些旧同修的哈，多数哈，旧比较好了，新的让他们看啊，看腻了就派出来工作啊，<笑>多数都是台湾人嘛啊，是因为你们看师傅很久了嘛，就是。 帮忙让别的同学看啊！你们住远吗？10分钟？15分钟？算很清楚，嗯，有东西带来给你们吃嘛哈，都还可以。
不会饿死的哈，有有吃有喝哈，啊 ，OK， 旅馆那边还可以吗 ？OK OK， 行了行了，有问题吗？师傅你好，祝福师傅佛体安康，常住人间，永远年轻美丽，快乐永远年轻美丽，我喜欢那个。Thank you， 谢谢谢谢。祝大家也是永久健康美丽啊，从内在美丽出来。谢谢师傅。师傅你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观音的时候，有时候心里很急，坐不住，我该怎么办？请师傅开示。震动哈。嗯。OK。那如果能控制住就控制住嘛。嗯。没有的话就停一会，念五句，然后继续做。哦，好。OK。师傅，非常感激您，让我们能够在此见到您。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如何克服我执和恐惧。克服我执。我执和恐惧啊？为什么恐惧呢？怕五行和是有形的。有形的。啊，有形的。这个嘛，那随时要念五句了，好不好？嗯，怕就给他怕嘛。情况这样子，当然会怕了啊。有时候有一些政府误会我们啊，误会你们，目前是这样子，要忍耐了哈，要默默修行，别讲那么多话哈，能默默的，能修加一级的就修，不能的话就默默联络没关系，如果不能一级共修的话就不用去，懂吗？如果要跟那个，如果不要找借口偷懒也不一样，如果能一级共修就好，不能的话大家一家两个，一家两三个呀，这样子，然后跟联络人报告啊，啊，是我们都有做的，在这里那里，多少个小时啊，每个星期多少这样子，好不好？这样就免了人家注意太多，注目太多啊。不能共修就合起来，每个同修一家一两人这样子，不会有人注意，就不用那么怕，好不好？不过也要互相联络，互相都知道了，这样比较好。情况这样我们改了，不要共修那么多，好不好？不要太多人合在一起就会有问题，这样行吗？好的。这样会不会好一点？那我会不会怕？这样会小怕是吗？是的。OK， 不然每次都移动嘛。今天是他家，明天另外那家，每一家两三四个人就不会了啊。不会，不要同时一起来了，一个来，然后等一下一个来。比方说讲，想办法 ，OK 哈，嗯，去共修当然多了就对国家好，对自己也好。不过我们这样也是算共修啊，两三个人，两三个人 ，OK 哈，隔壁嘛，隔壁，靠近的一起来，呀，然后选一个人联络人员也要跟他们讲清楚，大家联络人员要婉转一点，懂了哈。下一个，亲爱的师父好，我们今天能来到这里，全凭师父的保驾护航。回去以后，把师父大的爱力、大的智慧带回去，带给我们的同修。能带多少爱就行，欢迎欢迎。谢谢师父，我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第一个就是我在打坐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处理我身体上的苦楚？身体上的痛苦，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解决。痛苦啊，就是比如说，因为我自己脚受过伤，痛啊，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去换位子去解决痛苦呢，还是说是用什么其他方法？啊，以前受过伤，好，那你坐舒服一点，你不用坐地板嘛，好不好？坐椅子吗？坐那个沙发，还有坐比较，不过不要太高，怕跌倒了啊。不然坐在床上啊，或是坐那上那他们那种那个椅靠，然后不用盘腿也没关系，你坐什么舒服就好。OK， 谢谢师父。那第二个问题是在打坐时候，师父教我们要从头顶去接受宇宙的能量。Yeah. 那我想说，平常是否也可以这样做？平常一般生活一直随时可以有空随时的观想。对对对，有空就想。有空就打坐呀、yeah, ，OK，Good、okay.。
师父，我是25号刚印心的，昨天晚上我观光的时候，我看见假的菩萨，后来我刚开始我特别尊敬他，顶礼他，后来我发现他是假的以后，我就赶他走，当我赶他走的时候，我就使劲的念阿弥陀佛号，青海无上师，后来我赶他走的时候，他跟我打起来了，吓得我一身大汗。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谁打你啊？有没有痛啊？你打他，或是他打你？不是，我就想赶他走，他老干扰我。啊？然后他打你？他有蛇哈？还有我观光的时候看见老看见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My God， 你去哪里看到那些打人还有蛇？ 多念五句哈，OK。经常吓得我都发抖。这样子啊？嗯。没关系，现在眼睛闭起来打坐，我替你赶他走啊。谢谢师父。也不要凶嘛，不要凶，不要赶，就说哈，我跟你无关了。你如果善良，你就可以留下来；你如果不是真正的善良的， 众生的话，那请你离开。嗯，这样就好了，何必赶呢？要打呢？<笑>打起来不好看。来，下一个。师父你好，就是有时候同修之间互相有矛盾呐、不理解呀、就是有这些问题。他讲他听的哈。我也不知道。OK， 同修之间有矛盾哈。 是误会的问题哈，会了会发生。那有时候是等级的问题，有时候是前世业障的问题。慢慢讲话嘛 ，OK， 解释啊。如果不能的话，就算了嘛，好不好？闭嘴去打坐，嗯，没事嘛，天下本无事啊，何必吵？ 师父你好，就是今年7、8月份的时候，那大陆很多的地方都遭受水灾和台风，其中桑美台风最严重。那师父捐了3万5千块钱给大陆，当地同修买了12吨大米和400桶油，奉送到灾区最严重的地方。然后当地有很多小孩子的父亲都已经在台风中往生了。师父每个月捐的1000块钱，我们又找5个最困难的小孩子，有资助他们上学，还有同修们他们自发的组织一些捐款，有继续捐当地最困难的小孩子上学。感谢师父，谢谢。如果不够再问苗丽 ，OK？ 好，谢谢。我们常常在大陆做事嘛。 就是我们平常做默默的做，也不跨给谁呀、啊。不过既然有一些地方政府已经问了，我们就跨出来了，换写下来，没关系了。下一个，我喜欢听这些报道的，不要在那边赞叹师傅太久了。好，下一个，师傅就是在打坐中的时候，那个灵体快要冲出去的时候，就是怎么也冲不出去，怎么办？ 大概你怕了，爱执着世界，放下，就是太有点紧张，就是对，才停在那里。师傅不能强迫你啊，不能拉你上去啊，你不要去就放紧在那边了，以后要放下 ，OK？ 就是有一种力量往上冲。好，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如果怕的话，留在那边多练习一下就冲了 ，OK？ 师父，我有个修行的小问题，就是平常观音都可以听得到，就观观一直有困难，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观观为什么有问题？不知道，可能是杂念比较多，一直冒出来，很难专心。OK， 那你多放一点音乐 ，OK？ 不然打坐以前看师傅影片啊，看电视一下，给那个头脑静下来一点呀。还有，如果还不行的话，念五句大声一回，还不行的话，多放音乐在那个旁边嘛，
小小声音讲听，那个头脑他会忙了一点，他忙听音乐了，那就不会吵你，好不好？然后就简单入定 ，OK？ 谢谢，不客气，下一个。师傅你好，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打坐的时候，那个观光始终看不到光，啊，他总觉得头那个很胀。头胀，注意力集中不到，不知道那个点，知道那个字符在这儿的，不晓得那个点在哪个位置。OK。这个要咋个办呢？好，你弄这样子一点点，一回这样它就会好。但是知道是在这个地方，但是不晓得它在这里，坐的时候就不知道它是哪个位置去了，是那种。你这样子排一下就好了 ，OK。在它太胀的时候。你按摩摩一下 ，OK， 我是白白一点，那就会按好 ，OK。好，谢谢师傅啊。客气，下一个，师傅你好。首先我有两个修行上的小问题，完加另外一个小请求。在观光的时候，有时候我放师傅的佛赞的录音带，可是在这个时候的我念五句就时常中断。这种情况下，我是一直就放录音带这样下去，还是这五句他俩接不上了？可以吗？要念无趣的，念无趣的呀，不要听，放着而已，不要注意听。放着为了要头脑安静一点。不过念无趣是要念，不要听啊。另外第二个问题，我们家里的两个小孩，我们都在一起住，在一个房间里住。这个在观音的时候，我们把观音布蒙上以后，就在一起，是不是？可以吧？可以啊，关布起来。OK， 下一个，师父妈妈你好，我现在已经修到，就是我自己，包括我的爱人，他没有印心，但是他支持修行。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呢，心想事成的非常明显，经常发生，甚至想谁到谁的到，想办什么事就成。这个事的话，都发现到这个程度。但是的话呢，由于我们的坏习惯呢太多了。但是的话呢，不好的意念也来也成，所以这个事情的话，怎么样控制我们的意念，师父？所以我想第一个问题，这是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想不好的也马上。要他是啊是啊，要小心。小心小心。是。我说过了，身口意要干净，每次念五句就好了，好也不要想，坏也不要想，就没事了，好不好？好。念五句也很重要。好。因为我们修行越来越有力量，想什么有什么，讲过了，现在相信了没有？啊 ，OK， 所以要想肯定哈，想肯定就 OK 了。我们就从今天就想，世界会越来越好，世界总有一天很快也会和平。每个国家。每个国家政府会越来越开放，我们同修修行越来越顺利，任何政府都会了解我们，让我们修行好好。今天从今天是这样想，就不会有事了，好不好？真的修行想什么有什么，小心一点哈。OK， 想好的哈，想肯定的哈。OK， 下一个，还有啊 ，OK。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在打坐，有时候打坐的很好，感觉不错，但是有时候非常烦恼，坐不下去的时候，观音的时候我就念五句，但是这样是不是违背师父教理？但是我想，我有师父在，没事，我怕不，我又不怕，我就念了五句，结果呢，果然的安静下来了。但是的话呢，安静下来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打坐完了，就感觉到这个力量很大。感觉到都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了，马上想走，真是不想在世界多待一分钟。这样的发生了好几次。后来呢，我在看录像带的时候，正好呢，台湾的有一个师姐跟师父说，观音的时候呢，他念了五句，这样的话呢，行不行？师父说最好不要念，但是你要念的话，你收到鸟也行。我听了这句话的话呢，又试了几次，但是的话呢，还是感觉到这个力量比较大。我都想问师父，能不能在这个情况下还可以继续做？啊，不用了啦，啊，不用。他有一些人观音的时候声音不大，桌面有问题等等，我叫他念五句，一回而已，不要
观音的时候不要念无趣 ，OK？ 好。观光的时候才念啊。如果有问题再念一回而已，十分钟、五分钟、二十分钟，为了桌面有声音等等，或是不舒服才念无趣。没有的话就观音不用，知道了啊？你要亡生你就亡了，别怪那个观音的力量，好不好啊？好好好好。第三个，我替大家问一下。就是很多同学啊跟我在一起讨论的时候都认为啊自己都知道自己的毛病在哪里，就是不知道怎么改，改得特别慢。这个问题的是很多同学都问这个事儿，就是有很多同学啊成型比我都成型了很多，修行也比我好，就把我这次来的时候我也发现很多很多同学啊比我的渴望心要强得多，比我修行要好，但是的话他们有很多明显的缺点呢，但是的话就是不知道怎么克服，知道不知道怎么做？我就改了，知道就改了，怎么不知道呢？啊？不过是什么种类的问题？他改不改？改得慢，改或者改得不彻底，还犯老犯。没关系嘛，他没做什么坏事嘛，一点点习惯有什么关系啊？他没去杀人，没去偷啊，啊？也许一啰嗦一点，跟你建模一样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哦 ，OK， 能改就改嘛 ，OK， 啊，不能改的话慢慢改呀，不慢慢改也不行的话，死的时候会改的啊。要打坐修行，念五句四书救济啊，救济对别人好就 OK 了嘛，小小一点习惯不管它呀 ，OK， 我要走了，我现在回去养老一下。